呜呼，克里斯，我们要不要一起来一个骑自行车比赛呀？我觉得我会胜利的，我觉得我会胜利的，你觉得呢？那我们开始吧，准备，预备，起！哦，你好，骑得好快呀！那我在前面等你。那我们从这边下去吧。好的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啊，我最快，我最快，我骑得特别快，我会超过你的。你看，我可以超过你的。哦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，你不要撞我啊！你干嘛要撞我？哎，小心小心啊！啊，讨厌，你干嘛要撞我？没有想撞你，我自己也撞到了，哼哼哼，我的胳膊好疼呀，怎么办？哦耶，丽娜，你好像你的胳膊受伤了。啊，你 Christy，你的胳膊都流血了，你的整个胳膊都在流血，哇哦，天哪，怎么办？我们得赶紧回家。啊，我觉得我们最好呢，还是把我们自行车把它推回去吧。妈妈肯定会能帮我们包扎一下的。那好吧，我们推回去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都受伤了，在骑自行车的时候。啊，孩子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的胳膊特别疼，然后克里斯呢，他的胳膊正在流血。啊，你们的可怜的孩子。啊，现在好一点了吗？我给你放了一个创口贴。好多了。你呢，雷娜？如果你的明天胳膊还没好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去儿童医院了。啊，我不想去儿童医院，我不想到那边去住院。